下一道菜呢，给大家做的是辣子鸡，宝贝，帮我念菜谱好不好？用料剁成小块，那些比较油的地方要去掉。调入料酒、糖、盐，腌制片刻，再裹上一层淀粉。大蒜切片，姜切末，炸至香酥。哦。好，我们现在这道菜呢，就是已经是金黄色了，我们把它炸至香酥。锅中留底油，放入大蒜、姜末、干辣椒和花椒，小火慢慢炒出香味。这道菜我跟你说不得了。调入生抽、糖、料酒。哇，好香。好，来，不得了。